要领袖与会代表们、先生女士们，今天我很感激我们的杜教授啊，由于他的辛劳啊，邀请了澳洲以及东南亚的宗教领袖们有机会聚集在一堂啊，共同来讨论现前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困难的问题。那么澳洲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多元宗教信仰的国家，特别重视平等、和睦、互敬互助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今天世界交通、科技、资讯发达，整个地球呢，已经变成所谓的地球村了，啊，已经成为多元文化的宗教族群文化交融的一个大时代。如何增进多元文化团结交流，落实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深信这是我们在座诸位长者大德共同关心的主要主题。净空移民到澳洲已经十年了。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昆士兰大学的校长啊，跟我们格里菲斯大学的前校长，那么邀请净空啊参与学校和平学院的工作。那么我接触到学校教授们这个座谈啊，我提出建议，说明世界冲突真正的根源在于自己内心本性与习性的冲突啊，这是东方人所说的本性纯善纯净圆满光明，习性是一种习惯，是后天所染上的各种不善的之见。本性与习性的冲突，前而言之则是利他与自利的冲突。自私自利种种恶念实在是一切众生本性里面所没有的啊，仁慈博爱种种美德的是一切众生自性的本来具足的，因此从事和平教育工作者果能化解自己内心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放下种种控制占有自私自利的心性，以真诚爱心处事待人接物，设为化解世间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本之道。和谐世界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心行做起。那么这些事实也是现代科学逐渐为我们做出了证明啊。日本江本胜博士
对水的试验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发现水能够了解人的意念，自然感应而产生变化。同一瓶水，以爱与感恩之心念对待，水呈现的洁净非常美丽。如果以愤恨厌恶的心来对待呢，它的洁净就非常丑陋。江本博士很感叹地告诉我，他说他十几万的实验，以爱与感谢这两种心念所呈现的洁净最美啊。那么爱和感谢似乎是宇宙的核心，对这个看法了我深表赞同啊。那么进而深思水是矿物尚且如此，何况神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若能以真诚爱心彼此交流，矛盾冲突是可以能够化解的。2005年11月，净空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见面，长老提出个问题问我，他说你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啊。那么当时我回答长老，我说如果能够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是可以恢复到安定和平。他问我哪四桩事情，我是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再是派系与派系，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这四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社会也安定了，世界也就和平了。长老听了之后，心情也非常的严肃。接着我就说了，我说这四桩事情确实非常困难，非常棘手。如果从宗教下手，能够团结宗教，宗教能够影响政治派系和族群，社会安定跟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长老听了我这番话呢，他表示赞同。第二天他就写信给我，邀请我参加12月了他在吉隆坡主办的波达纳全球和平论坛。1998年，净空旅居在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有九大宗教，我们与各个宗教真诚往来，结成好友。之后又遇到殊胜的因缘，与日本、印尼、中国、马来西亚跟澳洲这些地区这宗教长老交流情谊啊，受教良多。那么深感世间所有宗教的神圣，无不是以仁慈博爱、沉浸先后为教学的本质啊，教化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教学的内涵，也就是经典里面的内容啊，
可以大分为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这五大类。像印度教所讲的不害、不道、真行、仁慈、平等、容忍、坚定、即时、清洁、持这个十戒。拜佛教所讲的人还应当啊爱人如己，此之为啊人的信仰。天主教说的你们彼此要相爱，如同我爱你们，啊，这个我是上帝的自称，啊，你们也应该啊照样彼此相爱。基督教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中国儒家讲，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福，地同在。伊斯兰教也说只有一种道德规范，就是源于旺火行善的博爱法则。道家讲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啊，锡克教也说我心中珍惜超过一切的乃是爱，他是我在尘世享有永恒的生命。巴哈伊教说唯一真神显现于世间的目的是要召唤人类来谨守诚实与诚恳、孝敬与可靠。又说世界上所有人们的灵感不分种族和宗教，都是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本源，大家同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佛教里面说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诸恶莫作、众善奉献、大慈大悲、从德行人、天下和顺。故知爱就是真心、真性、真如法性，爱就是本性、本善、纯净、纯善，爱就是真理、真谛、生命、永恒，爱就是神圣、上帝、真主、圣灵，爱孕育出宇宙万物、天地万物，无不是从爱心而生长的，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根源。因此深信以真诚爱心为本质的多元宗教，故能团结合作普遍推广宗教教育，必定能帮助众生恢复自信本善，化解所有的矛盾冲突。论及宇宙生命的起源，各宗教典籍虽然有不同的描述，宗教友人大家都一致肯定唯一真神具足圆满的智慧，神通变化，因应各族群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文化教育、众生所需之种种不同，时故变化万千，进行施教。啊，在中国变为空蒙老庄，在佛教变化为释迦牟尼，在基督教变化为耶稣，在犹太教变化为摩西，在回教变化为穆罕默德。佛法中说万法一体，唯心所现，唯识所别，心性实为真主，上帝的另一个名词。啊，同一个真神，种种化身，毕竟无二，总以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为共同的目标。
啊，近代科学家也提出了全息的理论，那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全息理论的核心是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啊，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啊，正如同一所大学啊，大学的校长啊就如同唯一的真神，各个科系的老师那就是校长的化身。那么由这个理念，我们深深体会到世界所有不同的宗教本是一家，应该彻底放下傲慢嫉妒贪欲，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帮助世人觉悟，苦从迷而来，乐由觉而生，只要真正觉悟，自然离苦得乐。那么多元文化啊，多元宗教，和睦互助，彼此了解，最重要的基础是对于宗教教义的学习与落实啊。所以互相学习经典呢确实有必要啊。宗教这两个字如果从中国文字上来说，那它的内涵就非常之好啊。宗在中国是根本的意思，是主要的意思，遵从的意思，教是教育，是教学。那么用中国的意思来解释宗教呢，那就是这是根本的教育，主要的教育，是值得尊重值得推崇的教学。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之好啊。那么曾经啊，过去我在这个印尼啊，有印尼同学问我，他说不同的宗教怎么能够和睦相处而不发生冲突啊？那么印尼承认了这个五大宗教，我就举例，五大宗教像五个手指啊。如果每一个人从自己的一个宗教深入去研究啊，在表面上看是五个，任何一个宗教啊，如果能研究到核心，就晓得它是同一个根，同一个本啊。所以我们这个对于整个宗教跟宇宙的看法呢就不一样了啊。不但是宗教是一家，是在讲宇宙是一家，万物是一家啊。那么在宗教里面呢都是真神变现的，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是法性变现的啊。佛家讲的是法性跟法相啊，法性是能变，法相是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社会混乱的现象，混乱的现象根本的原因在东方，我们获得了身心教育，西方也获得了宗教的教化。那么中国传统教育从小特别重视经史的学习啊，经中国人称之为呀根本的学问，史这是前辈的经验的累积。不读经，在德学学问不能增长；不读史啊，在见识不够丰富啊。所以是有几千年的见识啊，处理一切复杂的问题啊，它就有所依据啊。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不学习经典啊，不学习古大德的这些经验啊方法，我们就很难应付现前
这个社会的难题啊。那么我们想起啊，这个自己参与这个宗教这个行列，我们就有护持正法的使命，跟弘扬啊圣贤之道的义务啊。那么我们从历史上看啊，所有宗教可以说都是至善圆满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它不是迷信。那么一切宗教创始人可以说都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耶稣教学3年，穆罕默德教学27年，孔子教学5年，释迦教学49年，都是彻底放下名利贪欲，身心清净，自行化他，有教无类，故能对当时对后代起了广大深远的影响。我们真诚希望啊，由联合国或者是各国国家的政府啊，真正的能够理解啊，深入经典的了解宗教啊，那么最好都能够办这个宗教大学啊，培养各个宗教优良的师资啊，各自深入教义，彼此互相学习啊。同学们天天讲课啊，教学的内容可以透过国家的这个审查啊，凡是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有所注意者，则由国家电视台、网际网络向世界普及远程教学、全民教学啊，并且借取这个宗教经典里面的关于伦理、道德、因果这一类的经文，汇集成一小册啊，增进啊多元宗教交流的认识啊，真正肯定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整个人类也是一家。多元文化、族群、学术同为一体，那么一切的冲突矛盾自然就能够化解啊，和谐世界一定是可以落实的。这一个理想愿望啊，我们至少啊已经有10几年了啊，天天在期望着，天天也在为这样事情祈祷啊。那么我这一次回到澳洲啊，13号跟我们的总理见面，我非常希望呢啊，这洛克文先生呢首先来倡导来落实啊，兴办第一座世界宗教大学或者是多元文化大学，让澳洲带领世界走向安定和平啊，为各国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示范。这才是我们这次会议同仁们对于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做出真正的贡献啊。我的话就说到此地啊，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诸位长者志士啊，与会的大德们身体健康，法缘殊胜，也祝福洛克文先生政工康泰，国运昌隆，谢谢大家。